种小蜜蜂卖鸡排，然后说就摆在门口，要不要点给摆啊？好，马上去。兄弟们，今天雇一台 Model Y， 特斯拉 Model Y。我单纯卖掉，换车吗？换车，换车，太小台了，太小台了。对啊，现在换叉，换凯宴，换凯宴。嗯，买好了吗？在台中吗？买好了。对啊，今天就可以卖了，对。我们就先估价看看。对啊。哪一个版本？续航版的。给罗拉的，有选配吗？有。EAP 选十几万那个吗？对，十一万的。没有。二顺女圈也是选的。选的啊，它是加价的。这个超充没有免费的、啊，就是要付钱。不是要付钱的。好，一万起。一万三，颜色什么色？白色。然后我贴那个雾面的那个。腰帮犀牛皮。对啊。CPU 啊。电动手把。对啊。哦、是人靠近的时候要叫的。本来不会叫。嗯。还有前置箱，前置箱本来就有。前置箱是打开的时候是打开的时候是自动的，可是你关的时候用手动。但是我是改自动，用手机也可以把它关下来。啊。对。方便。因为它的前面的那个壳很软。有时候在压的时候，感觉就是很脆弱，才改那个自动上下。好，要做一些那个特殊的事情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替他贴的话，我刚管一个，好方便。远端交易啊，交易怎么不好说？就卖一些那个奶粉尿布啊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咖啡奶粉尿布够吗？干喝一咖啡不行。还在乱讲，看一下，这个是你自己改还是选的？这是自己改的，啊，原厂的在我家，啊，这个也是改的，借家。刚说那个功能，你帮我测试一次，我看看。啊？那个前面前备箱的功能，哦、手机按就可以开。哦哟，看怎么样？关呢？关。哇，雕一些花生啊！欸哎呦，行云流水，它这有防夹哎，蛮屌的。在那个以前当兵的时候，有那种小蜜蜂卖鸡排，然后说就摆在门口，要不要点给摆啊？好，马上去。啊，你丢100块进来，啊，鸡排你自己拿。哎、欸，以前那个小蜜蜂什么都有卖、欸，还有啤酒。对啊，你想得到都有。碰错空间 ，FSK 冰钻的。这个还有电吸门。电吸门哦、啊，啊，加装的，这可以看下面，哦，轻按一下，对啊，发光的，它可以改颜色，它可以调颜色，七分灯的概念，晚上就很明显，有、哎，因为有小孩，有第三个要出来，还换大台子，哇，根惨报国，这样出来那要买七八人坐的就刚好，想说买小孩就贵了。就够了。对啊，因为我有可能在南部的关系嘛。对啊，在南部关岛，北部当然不够用了啦，而南部不习惯嘛。从南部起来啊，发嘉义啊，嘉义啊，对，反正修坡率，那犀牛皮啊还好。试一下车好。可以啊，捞钱。方向盘在家里，原厂在家里啊，然后又有加装这个、后面这个，后面这个，对。是加装的，就是原本是没有这个的。这个很棒哎、欸，这个没有破坏到，上就是打开啊，下就是关，这是关。这是开，它这个只是扣上去而已，没有破坏原本车子的构造。扣上去而已。那个电是怎么接啊？电呢？特斯拉都有预留一些电给我们装，有的没有。哦，就跟电吸门那些一样的道理。关起来好了，棒哎！你也装这个好了，这不错。这多少钱？这个我那时候去装，好像2-3万块吧。可以耶，放这个。啊、这个是龙停车吗？有，我没用过，要有吧？不知道停的怎么样哦。特斯拉真的很强哎、欸，连人都可以跟测到，高科技，加速一段哦，可以啊，啊，前进超酸，很可怕哎、欸，那是三分之一而已，我一直听到那个安全带的声音，我是冻没掉，强迫症发作，那你可以听方向灯的声音吗？我也不太行，那你很敏感的、欸，强迫症发作，雨刷我也不行，雨刷也不行，雨刷我受不了。那你根本不适合开车，对，车扣后面那种结构声音很规律啊，你不行啊，不行，受不了。那电风扇的声音可以吗？太大声不行，我看我1、2、3、4格，对，我只能一而已，二我睡不着。太夸张了，你是什么王子病？
毛很多、啊，毛子病，公主病的朋友。每天七颗月扣摩托车，为什么？如果他出游客版，我就买。他就是没有要买的意思、啊。可他科技，我很佩服啊。我会加一克啊，一百啊，起码写啦，要起码。同一张预算来的话，大概差不多一百开的，一百开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台2022年的特斯拉 Model Y Long Range LR 版本的，跑13000公里。就加装那些配备，有兴趣加我是可以让啊，这都我说来吧，我为你吧，好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 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